现实的环境就是安尼啊，我有背景，你无，我有靠山，你嘛无啊。因为的靠山是老文聪、老总经理。我都唔相信老总的哦，伊会听你。真是公司呢，无一个规矩啊。美玲姐啊，我真正认为讲你无必要，因为一件小可代志就不改变心安尼。先说你会叫伊美玲姐啊？是美玲要叫应伟安尼叫的。啊，我请问你，你甲天龙五路集团是啥物关系啊？ 啊，我早都已经是天龙五路集团的人啊，就是合约还袂签吗？合约若签了，啥物拢毋是啦。搁再讲合约若签好啊，燕惠算起来嘛是你的师姐，你看嘛，燕惠偌礼貌的，最起码叫天拿叫的叫一声天拿姐，啊你的天拿好，天拿有你也叫的啊？你会当你来公司，我完全是看伫你这样的面子，你是毋通毋知好歹？正无三变应在就要飞上天啊！你若真是安尼啊，马上甲离开，你听清楚无？